大家有没有在我们的歌声中坠入爱河呢？看来是坠入梦乡，非常非常的舒服。但我觉得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好，因为我们是从台北下来嘛，然后昨天跟今天台北其实都还在下雨，然后也蛮冷，就到台中发现哇，就是天气非常舒服，有太阳，但是没有那么热，好像现在晚上有微风，然后很舒服，很清凉，然后有 OK 的音乐，很棒，是吗？那是自己说。下雨了，下雨了。对啊，反正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就是深夜节目主持人，就是讲讲一讲，好像大家已经睡着，真的要坠入梦乡，所以要吓大家一下，让大家惊醒这样子。但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特别配合这个台中爵士音乐节的这个主题，所以我们其实今天选了很多歌曲都是爵士，然后。但我们又选了一些蛮抒情的歌曲，非常优美。抒情的歌曲，对，等一下就要唱一些很刺激的和音啊！哎呦，怎么这样子？你就会惊喜。好，下一首歌曲一样是非常非常经典的，来自台湾民谣时期的歌，歌词是由三毛老师的创作，然后曲是由李泰祥老师谱曲，由齐豫小姐演唱的《橄榄树》。又是一首让大家坠入梦乡的歌，一起在梦里面跟我们寻找爵士的美好，一起来听听看橄榄树。